法拉第当年就做了一个这么简单的实验，当然他没有那么好的电池啦，他的实验跟这个很类似，因为当时没有人可以让东西旋转起来，他做了这个实验得到了很多结果，就把它发表出去。所以老师再重复一次哈，各位请问这个实验简不简单？简单。简单，那你请你把它让它旋转起来，你才可以获得强力磁铁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那请你开始5分钟进行这个实验。